是12001班的洪佳爱，我有一个比我大3分钟的哥哥，他就是1202班的胡佳豪。你身为一个哥哥，要有一点男子汉的精神，让我好好做一个妹妹，行不行啊？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他还经常比我早起30分钟，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他每天在镜子前面都会说他好帅，而且他还非常非常的臭美，贴那种贴掉黑眼圈的那种眼贴，然后就贴在这儿。好好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胡佳豪，哎，要有点男子气概好不好？别老是低着头。我知道说完这句话你回去可能会打我，但是我也不得不说一下，我希望你以后也能对我好一点，不要再这么当众所谓的吹捧我了。对于你这种人不暴力一点怎么能治好你呢？其实我觉得你也比较男性化。那你就比较女性化了。你吐槽完了，你再走了吧，你再多待一会儿，我就真的是认怂了。我知道了。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。我觉得我现在需要一点心灵的慰藉啊。我知道他要上台，没想到他要去吐槽我。给你一个安慰的拥抱。哎呦，谢谢了啊！你们是龙凤胎是吧？对啊。你们长得不像嘞。因为我长得好看一点。因为我长得太帅了。你们谁长得好看嘞？我啊。谁长得丑嘞？